现在是早上时间的6:05，在日历里面写下第一个100天早起学习打卡 Day 1，加油！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hy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这个是我一直在学的 SQL， 然后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系统。这边的话会放一个公开课的音频，一边听一边学。到了9:07，学做了一个 motion 的小动画，然后还有学了SQL 的第13章节的内容，是整个计划的第一天，所以还有一种亢奋的感觉。不知道等到这个计划真的完成，到第100天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拜，明天见啦！现在是28号的早上6:04，第二天的早起打卡学习计划啦。今天的话，我学了，就是继续把那个 motion 的一个教程看了一下，学了一下遮罩动画跟关键帧动画，然后觉得还是挺有用的。100天学习打卡，Day 3 ，Start。今天的话，看着 Motion 的教程学习了3维动画跟3D动画，感觉自己对于立体的东西都不是特别的有概念，做下来还挺辛苦的。16章，希望未来的工作里面能够有机会让我用数据库去，真的去执行和操作这个查询的命令。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:04，今天的3小时学习到点了，已经打卡第4天了，还是能够坚持下来的嘛。准备。应该是9:05。今天是我们100天学习计划的第5天。然后也是打卡成功的第5天，然后今天的话是把整个的，就是 B 站上的 motion 教程，就是完整全部看完了，然后最后是看那个老师做了一个大作业的这个动画模板，然后也做了一些笔记，然后自己也尝试在做我们100天学习计划的一个小小的片头，然后之后会在我的视频里和大家相见的。
现在是三号早上6:04。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已经到，学习打卡第6天了。然后今天还是老样子，在6点钟就开始了学习。现在的时间的话，就是继续学习了《School》第18章节的内容。就是这样子，保持一个循序渐进、拉长的这个学习进度之后的话，每天能够吸收一点新的知识，我觉得也是很好。这么快就已经到day 7了，3小时准备开始吧。Together, love your color, gender, or whatever, 'cause your happiness don't need a censor. Just mind your own, and we'll keep on in it. That I'ma do just what I'm the regular, and it's really not my fault if you're scared of a sweet little unforgettable thing. Unforgettable, sweet little unforgettable thing. So incredible, no.Hello， 今天是我们学习打卡的第7天，也就是整整一周的时间，都保持了早上6点到9点的学习频率。主要的话就是把，School 的语言，就是按照每天一章节这样子，在一直持续的学习中。然后，还有就是在这一周的前半段时间里面，是把 Motion 的整个教程完全的学完了。第一次在 B 站学习，然后完完全全是自学的。3小时就像是额外的给自己抽出来的3个小时，因为有早上的这个3个小时，反而可以比白天的任何一个时间段都要高效。因为早上的这个时间很安静，没有人会来打扰你，包括窗外的一些很嘈杂的声音也不会来打扰你，所以在这个3个小时里面可以好好的集中精神，把自己想做的，或者说是昨天遗留的，或者说是因为懒而一直没有学的东西，可以把它好好的认真的学完。在这3个小时结束之后，不管怎么样你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因为每一天都在克服万难的，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，然后强迫着自己起来学习啊，感觉又像是回到了10年前我还在高考的时候的那样子。觉得如果在这个100天的旅程真的结束的时候，我应该会很庆幸自己100天前立了的这个 flag 吧。当然前提是我真的能够和萌萌一起把这个100天的旅程完成。然后，那第一集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第2集吧。